他没有说乱玩，他是说特殊特殊打法，特殊打法，听错了，大叔特殊打法，大叔什么？特殊大叔的特殊打法 ，Uncle 特殊打法 ，Uncle Loose， 越听越奇怪 ，Uncle Loose， 懂？喝什么？哥，我是播音，每周六晚上麻将直播，更多关于麻将的影片，还不赶快订阅起来！